时候，我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毕竟像这样的事情，我还是第一次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突然耳朵里就听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吱啊吱啊，这个声音就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好像越来越近。哎呀，在干嘛呢？哎呀，搞什么呀？开快点行吗？啊，快点，别挡住路啊！我看着看着，好像看到了一个人的样子。他们这个感觉好像非常的生气，他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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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走来走去。后面的人怎么回事？我好像看到。他好像是一个男的啊，这一看他的样子啊，就知道他的脑子一定有病。不会吧，那更吓人了。这时候的雨啊，好像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。这个男的就像发疯的一样，他朝着玻璃瞪大眼睛，啪啪的往上敲。没想到，哎，你敲什么敲？哎，师傅，你看看你前面有没有车挡着？你要么开快点，要么让开。又不是蹬三轮，你就不能多踩两下油门啊？我都快要被你憋炸了。我也没办法，老家伙使不上劲儿。老家伙这么破，说不定哪天就在马路中间歇菜了，早就该换辆新的了嘛。喊什么？声音大就代表你有理了吗？怎么，跑车前面开了辆破车，我非得让你啊？谁规定的？哎，师傅，我们有义务让他吗？这当然了。还有，麻烦你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下安全距离，不要像块膏药似的贴着我们。你说什么？跟屁虫！说我跟屁虫？哎，你啊，算你走运，我不跟穿裙子的人吵架。好啊，有本事打一架，我现在就去换裤子。师傅，师傅，绿灯了，快走快走。有本事你别跑啊！下来说清楚。哎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哎，喂喂喂喂喂你。是不是脑残啊你？简直就是脑残！完了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正往那赶呢。对对对，我马上就到啊！啊，再有十分钟一定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再这样下去面试就赶不上了。小春，不说一起吃个饭吗？怎么这么多人、啊？你懂的。今天是大人。哦。嗨，小春。哎 ，Danny。妈才来。哎呦，别提了，路上碰到一个奇葩呀。今天可不能让你不开心呢。Happy birthday to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小纯！谢谢了。来，小纯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！我今天开车过来的，所以真的不能喝。再说，想成为职业车手，敬酒可是基本原则。OK？ 就是啊，赛车手呢，怎么能酒后驾车呢？我有一提议。要不我们换个地儿庆祝？卡丁车馆，我们以男人的名义赛。好啊，走啊！哇！啊，就是这里，谢谢你啊，师傅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is is Power Dial. It's Power Off.奇怪，怎么会？
让我老想起来。这天赋是有的，就是太粗糙了。哇，不愧是丹尼啊，又是第一，屹立不倒嘛。你也不错嘛，第二名。哇，第三，全部排名第三，可以吗，小纯？哪有啊，和你们的成绩比我还差得远呢。哎，小纯，如果算上这一次的话，你到现在应该开过两次卡丁车，第二次开卡丁车你就能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，你的天赋啊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。哎呀，第三名，说明我天生就是当赛车手的料吧？这么说，我是个天才。哎呀，那要是再练练，那我岂不是可以？哇，一个人在开啊！别管他，也许是个新人，自己练车呢。哎，对了，肖纯，你干脆加入我们 MTM 算了。对啊。不如你就加入我们 MTM， 我们是真的很心疼你这个天赋。真的？你们入会费多少啊？入会费200万，续会费100万。啊？怎么这么多啊？小纯，这个你是知道的吗？我们 MTM 的车队门槛特别的高，光是上流社会，也只有1%的人才能加入到我们的车队。哎呀，再者说了，我们的车队也不光是为了比赛，偶尔搞个 party 啊，结交一下上流的人士，再加上赛车服，钱嘛总是少不了的。哎呦，哇，这个也太过分了吧！这到底是谁啊？出租车司机，你认识他？他玩坏了吧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啊？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走。哎呦，这位不是脾气很火爆的小伙子吗？啊，你到底什么人？赛车界的传奇人物陈沪平。小姑娘，你怎么认识我？我这么大两只眼睛瞪着还看不出来吗？刚才在赛道上您入弯和出弯道的技术简直是出神入化。小姑娘会演的啊，算你有眼光。别，我想拜您当师父，请您收我为徒。什么？你说师父？换作是你会不会答应？你别起哄。这样吧，我就看在你帅的份上。啊，谢谢。这个你也想要吗 ？FRT。是这儿吗？哎，啊！既然在这里看到你，就说明是 FRT 没错了。机械师，还挺适合你的。我看你是皮痒了。喂！怎么回事啊？大清早的，瞎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早上好，是陈沪平老师介绍我来这里上班的，您叫我 Amy 吧。啊，还有我，肖纯。哇，帅爆了，有没有啊？林浩。这以后就是我的了。做梦呢你，知道他的主人是谁吗？